这里是我的故乡，我出生在这儿，是1935年7月生，家里有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嫂嫂，一个姐姐死了，还一个姐姐到洋人堂了去。找我们是最小，生我们苦的。为什么不开呢？我到杭州去做保姆，他个小姐啊，送到学校里头，学校给读书。上学呢，就是我在外面窗户听，啊，听呢，我是本来是没有文化的啊，也有人对文化。我到解放呢，就是回来，跟着共产党去搞革命，噶许多个劳苦大众呢，还没得翻身过。我要帮助他彩队，啊，白天呢读书，晚上呢，现在当个警察，现在王局长这个把俺自己当家，啊，分到土地啊，俺狗部呢本来有五个的，没分到手的。我75岁房子分进我都困过的，跟俺念念我个啊，哟，你年轻人，怎么这个楼木没得做着？刚刚跟儿子毛主席就83岁，我看到两个毛主席弄出来，刚刚83个，可是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